大家好，我是 Lila Cathy， 今日想教大家整呢一款咧太阳花嘅锁匙扣。呢款太阳花咧可以用嚟整发绳、襟针等等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同埋多睇我哋嘅教学影片支持我哋。用到嘅材料有线、锁匙扣、眼睛、棉花、胶水。用到嘅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、钳。而家开始钩织示范环形起，起针嘅方法咧有好多种，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嘅平时习惯嚟进行起针嘅。而家开始钩第一行，钩六针短针，第一针、第二针、第三针、第四针、第五针、第六针。六针短针勾好之后，将支勾针篤落去起立针嘅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扯紧线头，将条线头摆喺勾针上边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行，先勾针锁针动起立针。再在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再在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再在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在每一个针位上边勾两针短针，总共勾六组。六组短针勾好，将支勾针篤落去起立针嘅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。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，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三行，先勾针锁针动起立针，再喺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再喺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呢度系第一组单元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，喺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，再喺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篤落去起立针嘅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四行，先勾针锁针动起立针，再喺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再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。在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在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六组单元。六组单元勾好，我们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来，将条线穿在缝衣针上面，从这个入针位穿入去，再穿回去这条线的出线位。扯紧，收埋多余嘅线头，剪走多余嘅线头。太阳花其中嘅一片花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再勾多一片。两片织片勾好，将两片织片背对背咁样搭埋一齐，将支勾针篤落去织片上面嘅其中一个入针位，再篤落去下边织片嘅其中一个入针位。攞另外颜色的线，翘线拉翻出嚟。而家开始勾第一片花瓣，收四针锁针，再喺同一个入针位再勾针长长针，从勾针上面嘅线扯长少少，将织片掀开。只勾针从呢一个入针位篤落去，将线头摆勾针上边，咁样挑过嚟，将织片冚翻，再下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长针，第一针，第二针。再下一个针位勾针长长针，
左四針鎖針，落返同一個入針位，缺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一片花瓣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二片花瓣，將隻勾針篤落去下一個入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，缺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收四針鎖針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在同一個入針位，就勾針長長針，就勾針上面的線扯長一點，轉過去背面這邊，剪走多餘的線頭，將織片掀開，將勾針從這個入針位篤下去，將線頭放在勾針上面，這樣拉過來，將織片這樣放下去，在下一個針位勾兩針長長針，第一針，第二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針長長針，左四針鎖針，將隻勾針篤落去同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片花瓣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三片花瓣，將隻勾針篤落去下一個入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而家開始勾第三片花瓣，收四針鎖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長長針，轉過去背面這邊，剪走多餘的線頭，將勾針上面的線扯長一點，將織片掀開，將隻勾針從這個入針位篤下去，將線頭放在勾針上面，這樣挑過來，將織片再放下來，在下一個針位勾兩針長長針，第一針，第二針，在下一個針位勾針長長針，左四針鎖針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攞返去同一個入針位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三片花瓣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八片花瓣。第七片花瓣勾好，將勾針上面的線扯長一點，再從這個位置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八片花瓣，將隻勾針篤落去下一個入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先勾四針鎖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長長針，將勾針上面的線扯長一點，轉過去背面這邊，剪走多餘的線頭，同樣將線頭這樣拉過來，再收在裡面，在下一個針位勾兩針長長針，第一針，第二針，再下一個針位勾針長長針，
左四針左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落返去同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八片花瓣勾好，將支勾針篤落去第一片花瓣嘅第一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筆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頭穿喺縫衣針上邊。跟住收喺花嘅中心位，剪走多余嘅线头，花嘅勾织部分完成，将眼睛咧黐喺呢两个位置上面，眼睛黐好，我哋再喺呢一个位置，将嘴绣出嚟。太阳花的嘴绣好，我们再在这个位置装上锁匙扣，锁匙扣安装完成，太阳花锁匙扣制作完成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和 Shar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多謝大家收睇。